第一年，我的第一年，第一次舞台表演啊。第一年，第一年出差可以去很多新的城市，然后，通过工作可以认识新的朋友。我觉得是我们刚刚成团那一天的第二天，我们要去拍一个商务的拍摄，然后那个地方出现了一只壁虎，这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。第一年工作中印象深刻的事情应该就是拍戏的时候跳下长江。我记得是熬了一个大夜，然后也不会觉得很辛苦很累，反而觉得很兴奋很开心。